大家看，这里是赵阳关城，这里是城西的驻防团。如果义平同志提供的线索没有错的话，关岳峰部将在城东这个位置驻防。此地背靠山岸，易守难攻。如果他要是在这儿阻击先遣营的话，那我军的伤亡会很大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声东击西，大家看。 先遣营后天晚上将从这里通过。如果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攻打城西的驻防团，让关岳峰部误以为先遣营改变了行军计划。这样一来，关岳峰一定会来支援城西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先遣营就会顺利的通过布防空虚的城东了。可是，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呢？我们的人手确实不足。 但是这个驻防营，我去勘察过，他们虽然有一个团的编制，但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人。再加上团长许开泰和马万山常年坐着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他们的手下也都是一些大烟兵，根本就形不成战斗力。我们可以试一试。薛团长，眼下情况危急，只要先遣营能顺利通过赵阳关城，就算我们牺牲也是值得的。 是啊，一平同志讲的对，我们就是牺牲了，也应该试一试。是，对，我们干呗。哎呀呀，要我说你们行了，试什么试啊？那不等于送死吗？我陪你们一起去。大哥，我也去呀。我知道你也想去。薛同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但我是有条件的。你说，我不想让一平冒险。在任务中，没有人想冒险。一平的脾气我比你了解，我的条件就是你要确保他的安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一平同志，薛团长，我有话单独跟你说。 你们先聊。坐吧。你说，我觉得聂九那三个人不可用。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经验，如果到时候出现什么状况，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一平同志，先遣营借道一事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现在情况紧急，再加上我们人手确实不够，聂九他们愿意帮我们，那我们的胜算就大一些。 倒觉着聂九是一个可用之人，有勇有谋，重情重义。可是聂九他这个人，一平同志，聂九可能以前做过一些荒唐的事情，但是我觉着他本性并不坏。你们俩之间的误会是不是太深了？我是不相信这三个人。一平同志，我们在任务中必须团结。 你别忘了，我们红军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红军先遣营虽然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急行军，但还是一路马不停蹄，一刻都不敢松懈，继续向赵阳关城逼近。此时，距离赵阳关城已不足50里，他们所有人都很清楚。 一旦被敌人发现，部队就必须在不眠不休的情况下立即投入战斗。诸位，我们中央军一向尊重圣旨，而对残兵败寇从不宽恕。现在，我们既然已经与共匪宣战，那么我们势必要赢得这场战争。前段时间。 共军被我军合围在赤水一带，吃了不少的败仗，四处逃散。但是，共军一日不除，我中央军就要多打一日的仗。所以，久攻大击，刻不容缓。对，刻不容缓呐。
各位都是我中央军的铁血军人，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你们有着最充足的补给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。现在，只要你们拿出最旺盛的斗志，区区共军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。真正的男子汉是不怕流血牺牲，只看重军人的荣誉和你们身上的责任。 如果怕死，那是最懦弱的表现。我们中央军从来不养胆小鬼。现在，我们得到消息，共军的先遣部队马上就要经过赵阳关，而这里正是过黔入滇的咽喉要道，所以必须给我死死的守住。再加上蒋委员长。 亲自到贵阳督战，我们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，只要共军敢过境，务必将他们全部歼灭。都精神点，回关团长的话，有没有信心？ 有没有信心？有！这次行动非同小可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你们谁都担当不起。小心些，许团长，对你带的兵非常失望。 招他干嘛呀？没一个让我省心。去喝点水。关团长，天气太热了，喝点水，消消暑。许团长。 你部队里抽大烟的兵不少啊！刚才的烟瘾都犯了吧？啊！哎，关团长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所有的士兵，啊，包括徐某在内，都是铭记于心呐。哎，我也经常训斥他们，所有的事儿，大家都非常的清楚。 关团长，略备薄礼，十根金条。许团长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啊！共军现在马上就要打进来了，你赵阳关城是重中之重，一旦失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到时候。 上峰若以渎职罪怪罪下来，上峰要的是你许开泰和你这帮大烟鬼的脑袋。关团长，严重了吧？好，我现在警告你，立刻回去，告诉你所有的兵，让他们把眼睛给我擦亮了，把枪给我擦干净了，把心思。 都给我用在对付共军上。是。客官，抓药啊！掌柜的，给我来一些黄芪。好嘞。黄芪可是补气的好东西啊！哎。
您要多少啊？差不多了，就这些吧。好嘞。哎，掌柜的，您里头那屋子是住人吗？对呀，这房子是我先辈留下来的，外面是铺子，里面住人，我家四代就靠这房子营生啊。掌柜的可真是有福气。哎，凑合养活一家人呗。来，这是给您的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您慢走啊。 路上没有人跟踪吧？没有，我很小心。那就好。街道的事情基本上已经谈妥。最近你也不要以曼叔的身份出现了，我怕李卓啊将你暴露的名字跟你对上号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搬回客栈去住吧。我不能连累大家。你住在这里也是比较安全的，尽量少出门就行。好。这几天我也让张金跟统治出去打探一下情况，如果有什么状况，我们也好提前应对。 好，武宁中药铺。是，紫云路上那家，前面是店铺，后面用帘子挡着，看不到里边。那个沈曼书从马万山府出来，就是回到了那里。没错，我们的线人还查到这个女人进去之后一直没出来，并且她进去以后，药铺马上就挂牌休业了。休业？是。 通知下面的人了吗？安排好了，药铺四周都是我们的人。马上集合，听我的命令，抓人。是。低头头子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这个地方被李卓的人发现了，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，估计要不了一会儿，他们就要进屋抓人了。我们赶紧撤吧。消息可靠吗？ 是崔有才同志亲自找到我，消息应该可靠的。赶紧收拾东西，上点资料，准备撤离。是，走走，快走！这次行动不可有任何漏网之鱼。明白。出发。 动作快点！把这个烧掉。大哥，咱在这站着不太合适吧？要咱去帮帮他们？怎么了？你是要从哪儿帮？还有这个。 资料都已经烧毁了，那就好，准备撤离。徐总同志，快走！没有时间了，快撤！敌人马上冲进来了，快！快走！走走走，快！别管了，快走！快！
行，大家一起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大军围住了，快走啊，老刘！咱们要去哪儿啊？念九兄弟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找老崔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带我们出城。你自己去？对，我陪你吧。不用了，在马洼山的地盘上，你去更危险。薛团长，我跟你去。哎，我让郝明来陪你去。都别去了，在这儿等我。大哥，他不让我去的啊。找我什么情况？说来话长，武宁中药铺已经暴露了。我来找你，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带我们出城。我来想想办法吧。这样，你跟我去马府。去马府？对，走。林参谋，别来无恙啊。薛老板。薛老板深夜到访，不知所为何事？哈，我来是送给马司令一份大礼。大礼？什么大礼？孽酒。孽酒？哪个孽酒啊？就是从马府的监狱里边给劫走的那个孽酒啊。怎么，林参谋这么快就给忘了？薛老板的消息无成够灵通啊。马司令帮了我们商队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们不能让他在李卓面前难堪，所以我们就把孽酒这份大礼送给马司令。难道你们要把孽酒给送回来？不不不，这是个烫手的山芋，我们不能给马司令添麻烦。那薛老板的意思是？马司令的意思是孽酒不出现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哎，薛老板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这孽酒啊，是死了也好，跑了也罢，跟我们司令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唯独，他不能落在李卓手里。好，今天晚上，我们就准备把他送出城，而且永远不在赵阳关城出现。那就谢谢薛老板了。但还有一事，得麻烦林参谋。您说。一个时辰之后，您让守城的士兵给薛某留一个门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可做不了主啊。这么着吧，我现在就去请示马司令，如果我们司令同意，一个时辰后一定会有薛老板的一道门。那就有劳林参谋了。不送。剩下的都跑了。是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们正从后门逃跑，这是阎婆他们的药铺掌柜的，打死了我们一个副队长，跟一个行动组员，其他人全都。叫你们这么多人去，就是为了万无一失。哪次行动派过这么多人？现在不仅人没抓住，反而还死了两个。
诉你们，再抓不到人，通通和他们俩一个下场。狄处长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还在城里，而且城中所有的官署都是我们的人把守，他们绝不可能跑出去的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去搜。是。老薛，老崔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小心有人怀疑。没事，反正马府晚上也没什么事儿，我来送你们出城。万一有什么事儿啊，我也好想想办法。也好，走。走。徐团长回来了。徐团长。总裁啊，刘掌柜呢？老刘为了掩护我们大家牺牲了。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赶快出城，走吧。走，这儿。走走。看马万山满城通缉烈酒，他这是做给国民党看的。跟你说啊，要是红军真被那个李卓人给抓住了，第一个下不来台的就是马万山。他现在呀，巴不得烈酒跑得越远越好呢。这城门给咱们留的。走，哎，等等啊！也没看到外面有几个穿蓝衣服的人吗？那应该是李卓的人。去城楼上，准备城楼。是是。你要是出不去的话，大家就去我家避一避吧哟。我家里面地儿大。不是你这狗崽子是真傻呀！你们家都让人抄了，去你们家那不等于让人抓吗？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吗？哎，你们别说啊，我还真有一办法。我一兄弟跟我说过，他有办法能从城门这绕出去。什么办法？那我能跟你说吗？我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我现在手里可没有钱。想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呢？老子就要两颗手榴弹。你要手榴弹做什么？你会用吗？你想不想出去？想出去，把手榴弹拿来。给我两个手榴弹。徐团长。好，这是我给你的，千万别给我惹祸。我跟他一起去。也好，你们要注意安全。在这儿待着，得走。谁啊？我，郝梦来。真是你啊！太好了，你看活着呢。哎，啥意思啊？咒我死啊？啊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大哥哪天死了，也你这张破嘴给咒死的。哎，我去找过你和华柳，他们说你们被抓起来了，我还以为。行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啊，这位是你大哥的大哥，聂九。啊，大哥。说，你，哎，哥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？是通缉令上的聂九吧？他不是共匪吗？咋了？你也当共匪了？什么共匪呀？红军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再耗下去，人都叫他们杀完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知道出城的办法？问你话呢。不知道啊。啊？怎么来？你玩我呢？不是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先等会儿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
怎么回事？你上回不跟我说了吗？城墙那儿有一个窟窿，能过去。啊，你是说那个呀？哎呀，就是有那么一节城墙，时间长了松动了，一推就倒，那也不是什么。大哥，我能骗你吗？听见了吧？具体在哪儿？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，那会儿地方还挺隐蔽的。你带路，带我们去。啊？你们不会是要逃跑吧？说什么呢？啊？穆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哥我现在当了红军，你跟还是不跟？哥，你别骗我，你真是红军？当然了，华六现在已经当了红军了，腰上别一这个，我跟着大哥，看见没？嗯，还有这个呢。大哥，我知道红军还总替老百姓做事，还挺仗义的。那你要真是红军，你带我一个。哎呀，那得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了。你还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带着大哥去城门楼子找那个洞去。走。啊，行行，走走走。哎哎，哥，那个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就剩我自己了。嗯，我得对我自己负点责任。你再等我一下，大哥，再等一下啊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哎，哥，别说话，你说话就不灵了。兄弟，穆拐，这小子能带你们出去，太好了。哎，大哥们好，我叫穆拐，请多关照。我告诉你啊，想参加红军，看今天晚上表现。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表现。行，你带路，我们跟你走。行，咱们往这个方向走。走走走。顺着这里爬上去，上面有条小路，顺着那条小路就能绕着城墙。以前城门关闭的时候，我们从这里走过，很安全。这什么这呀？徐大哥，你们几个想不想出城了啊？我兄弟经常从这爬，还信不过吗？赶紧爬呀！能参加红军吗？你等会儿啊，我跟那个大哥说一声去。哎，行。大哥，嗯，怎么样？我这兄弟还行吧？这小子就想当红军，你跟红军说说呗，让他参加呗。你不自己跟他们说去？不是，你们红军跟红军说，这不是好吗？不方便吗？什么时候说过红军了？你不是红军，那我是红军啊！你真那么装你哥？哎，哥，怎么样啊？同意了，行了，走啊！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走走走走走。
先遣营逐渐逼近赵阳关，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。而红军队伍是否能安全通过，借道计划是否能突出重围顺利进行，一切都还是一个画了问号的未知数。而这越来越近的距离，同时也是越来越近的危险。按照原计划，咱们的先遣营应该就在赵阳关城附近了。就是说没办法再通知他们改道了吗？就算改道城西，那里也有中央军驻防团的把守。据我所知，咱们的先遣营是一支非战斗部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是不会执行这个改道计划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两边都是中央军驻守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改不了道就调虎离山吗？调虎离山这个办法我刚才也想过了，可是咱们就这几个人，怎么样才能把关岳峰一个团的兵力给调开了呢？再说了，咱们对城西的计划和部署根本都不清楚。那就一堆人在这干着急，总得干点啥吧。如果想要把关岳峰的部队给调开，除非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驻防团里边受到了攻击，而且他们抵挡不住，这样或许有可能。如果强攻的话也不行，除非咱们潜入驻防团，混入敌人的内部，制造混乱，这样咱们也许有一线机会。那就干呀。可问题是，驻防团不是想进就能进去的。那就把我送进去，他们不正好要我脑袋吗？不行，这样太鲁莽了。我的脑袋不是那么想要就能要得到的。咱们人数现在本来就少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等于让大家去白白送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回去商量商量，制定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。走，来走。换防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还是按原定的7:30。多派的人在东边，以防不测。司令这是要和共匪动真格的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我吃了共匪的几条黄鱼，我就不能送给中央军一个人情吗？对不起，司令，我还是没听明白。你别忘了，那城外还有一个关岳峰的。您的意思是，万一关岳峰要是也躲在东边，咱也好有个应对之策。那共匪和中央军真是要动起手来，那关岳峰也不是吃素的。我们不能大动干戈，损兵折将，做点添油加醋的事儿还不简单吗？还真是。如若共匪真要和关岳峰打起来，共匪还真不是关岳峰的对手。到时候咱可以……对呀，我总不能为了几根大黄鱼，落着一个守城不利的罪名吧？那是，那是。如果共匪有办法绕过关岳峰，我们呢？就顺水推舟。你看，这就是驻防团。图我们是有了，可问题是我们怎么进去呢？我倒是有个办法呀。这马万山经常往驻防团的人送一些假红军，非得是表示他的剿共之心。没错，这事儿我知道。我以前让他们抓我。对呀，你们就可以装扮成假红军，驻防团的人都认识我，我可以送你们进去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大哥，不行啊，太危险了，不能去。大哥，我跟孟来哥也去，你去哪儿我们去。多一个人总是有用的。好，我们进去以后，重点是在这儿，军火库。虽然我们的人手不足，但我们的声势一定要造足，最好足到让他们以为是我们红军的主力来突袭。等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们第一时间在这个地方集合，一定要快。
明白。进。团员们都整个带弹，不敢有一丝松懈。还他妈整个带弹，跟我转的文词没用。 你们这帮兔崽子，个个都是大烟枪。团座，响应官员团长的号召，昨天手下已经叫人把烟枪都收了，现在全团都上下都焕然一新。真收了，真收了。那这扑克牌和麻将牌是不是也得收上？都收了。出去。走。团座，没发现一丁点的共匪踪迹？没了，没了。<笑> 我就知道，赤匪一定是从东边过来。这次就给光岳峰一个耍威风的机会，咱们不跟他争。对，记着，摇旗呐喊。<笑>没了。西面许团长情况如何？许团长驻防团来报，尚未发现共匪。南面呢？目前也没有。 混账！共军那么大个队伍，难道就人间蒸发了吗？滚！前方消息：共匪已拘留团部工作20例。加团。是。刘副官，团座有什么指示？立刻下达命令，做好战前准备。 崔叔，您这是干嘛的？我送共匪啊。这么晚，怎么让您来送啊？哎呀，我们马司令天天满城的抓人，人手不够啊，所以我来了。行行行，那你们进去吧。哎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个女的呀。嗨，这共匪哪分男女啊？女共匪啊。行行行，哎，你们送崔叔他们进去吧。有劳各位啊，走。 快点，快点！磨叽什么呢？哎，干什么的？啊，马司令的人来送共匪的。马司令的人，跟我进来呗。 辛苦了，小兄弟。进来吧。好好好，走。